小酥肉怎么炸又香又酥脆还不回软呢？炸小酥肉到底是用淀粉还是用面粉？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做小酥肉非常简单又好吃的做法。首先准备一块猪里脊肉切成厚片，然后再改刀切成细长条，尽量切细一点，这样容易炸熟。切好之后装入盆中备孕。准备一个碗，加入葱姜，往里面放入料酒，用手把葱姜抓捏一分钟，把里面的汁水抓捏出来。抓好之后把葱姜弃汁，然后把葱姜汁倒入肉丝里面，有去腥增香的作用。然后抓拌均匀，让肉丝吸收葱姜汁。再准备点花椒放入锅里给它炒香。花椒是小酥肉的灵魂，正所谓酥肉香不香全靠花椒帮。炒香之后用擀面杖给它擀成碎末，擀成这样就可以了，然后撒到肉丝里面。接着再加入适量的食盐和生抽，充分的给它抓拌均匀。抓匀之后腌制十分钟。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教做菜，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往盆中打入两个母鸡蛋，再加入这个小酥肉专用粉，分次少量的加入清水，边加边搅拌，搅拌成这个样子。再加入一勺食用油搅拌均匀，加食用油，这样炸出来的小酥肉会更加的蓬松。然后倒入到肉丝里面搅拌均匀，锅里油温六成热下入肉条炸，炸的时候注意用筷子翻动一下，让其受热均匀。用中小火慢炸，把肉条炸熟炸透，炸至表皮金黄之后捞出控油。这样做的小酥肉香酥可口，而且做法非常简单，学会了全家人都会夸你是大厨。